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我跟我姐姐还有陈一川、陈一鸣，我们来姑姑这里赶集了。这个地方是徐家坊。我们走在路上，这里好多人啊，比后坪和尹家溪的人要多好多。这边因为快过年了，所以大家都过来赶集买点年货。我给你们看看，路边好多人，好热闹。哎，我姑姑，看我姑姑又出现了。这还有人做喜酒，好热闹啊！这地方是慈利县，看这两边都是人啊。我们以前在后坪和尹家溪的时候，路上是没有这么多人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10:30了，好多地方10:30就场就散了，就其实就没什么人了。但是你看这里，这里还是有好多人啊。路边上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，还没有到集市里面去。现在农村的集市就是规划好的一片地方，所有人都在那个集市上摆摊买东西做交易。以前不是的，以前的集市就是在路边，路两边自己摆地摊，现在更规范了。对，我们去看看。我姑姑、我姐姐、陈一鸣、陈一川，家乡好吗？美不美呀？啊，本来就是喜欢，就是美地方。不过我说徐家坊好不好，美不美？你们觉得美吗？这地方是张家界市慈利县，张家界有两区两县，永定区、武陵岩区、桑植县和慈利县。慈利县以前是属于常德的，本来以前张家界是叫大雍县，它是属于湘西自治州的一个县城。后来呢，就是单独成立成一个市，就常德给我们张家界送了一个县，就是慈利县，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其实是常德送给张家界的。集市就在这里面，我们现在往里面走。哇，这个是糖哎，这是用糖雕成的。龙好好看，这是手艺人、啊、手艺人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啊？哦，这是老人家自己做的。好好看，这多少钱一个？15，15块钱一个。有蝴蝶，有龙，还有蝎子，还有蜻蜓、螃蟹。蜻蜓就5块，这个龙就15块。哦，蜻蜓5块，龙因为这个龙大一些，嗯，就要10块，15块钱。要不要买一根是不是？陈川，要不要这个？什么啊？对，养着5块。啊，这里是卖鱼的，这鱼好大呀。我们现在往里走，看，这个是农村的手艺人他们自己做的。我们家那个箩筐就是全竹子手艺做的。这个是我们本地话叫偏担，上面还要再做4根绳子，这样挑起来偏担。这个是背篓。这个是撩剂，做饭的时候就是米饭跟水过滤出来，就用这个。那个是锅盖，扫把。这个是蒸笼，这个是蒸笼蒸饭的。这个是锤棒，就是洗衣服锤衣服的，用这个锤。我们家以前洗衣服也有锤棒，但是好多年不在河里面洗衣服了，就没有这个了。这个是刷猪吧，刷锅的。看这个是箩筐。听说你的大刀嘞？我听到嘞。看，就刚说的那个。烟丝。现在我们就已经在集市上了，这里好热闹啊！这里的集市比我们后坪和尹家溪的都要热闹，因为可能这里离市区比较远一点嘛。
比封箱岗的也要热闹，封箱岗的一点都不热闹，没什么人，因为那里离市区太近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就已经在集市里面了，现在这里旁边是有很多卖衣服的。小衣服管啊，这里的集市上就是跟其他的集市是一样的，也是有各个摊位，每个摊位卖不同的东西，也是划分好的，比如说这一块是服装区域，那片是蔬菜区域，那片是水产品区域，都是划分好的。我们现在在服装区域，喝不起，好甜，好甜啊，他说好甜，这个是用糖做的，红糖。甜蜜蜜啊。这里有一些摊位还是空的。哦，往里面走，那边好多人。因为现在10点多了，他们这里赶集是比较早的，所以有一些人已经收摊了。我们开车过来开了1个小时，我是9点钟出发的，从家里出发，现在10点半到这边。我得进闸去。我们这里的是产红薯粉的，就是现在有一些家里面种红薯的，到这个季节就会开始做红薯，做红薯粉，自己做的红薯粉特别好吃，完全手工做的，没有用机器。这个就是红薯粉，梅茶，这个是葛根，葛根粉，葛根，葛根就是一种植物的根做的，它很有营养的，它可以解酒。凤干，还有小蜜橘、柚子。买啥都两块，挑啥都两块，买啥都两块，挑啥拿啥买啥都两块。你们买这些干啥？好吃你不买，一票一千二不要买。2块钱处理，25块钱养猪啊，都会用啊，炒菜炒菜都会用。又香又麻又辣的啊！啊，做调料辣椒，做酱的。带着的发财，带着的是。这里好多卖橘子的，好多小蜜橘。这个是油粑粑。我外公以前在赶集的时候，每一场赶集，他都会卖这个油粑粑。而且搞得好好吃，看，搞了个油粑粑吃。滑粑粑。这里有鲨鱼的，在鲨鱼。这里的鱼好大一条哦。卖毯子的。这个油粑粑超好吃。你看一下有没有不要的？哎，这个要，这个要。不用问价，也不用讲价，你也不用问价。哎，好呀，好好学，看来教教你了。好，教教教，好想好想啊。
一直东北不的药。十八。能买点吧吧。瓜子儿，什么瓜子儿？什么瓜子儿？我们那天在尹家溪买的那个甘蔗好甜好甜啊，水也好多。我们在这里又买了一根甘蔗，这个甘蔗是姑姑买的，一根16块钱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尹家溪吗？尹家溪的那个甘蔗也好甜好吃。今天这个甘蔗不知道怎么样，等一下我们试试看。但是今天甘蔗很粗哦。走了，回去了。看这个叫龙须糖，这个糖我们小的时候是我们的零食，超好吃，但是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们送的礼还有这个吃，平时是没得吃的。这叫用米做成的糖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糖，这个也是米糖。看，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很奢侈的零食。我们买了一点瓜子，13块钱，那个是散装的红糖。像这个都是我们本地产的零食，我们本地人很喜欢吃的。这个枣，老板说这个枣也是本地枣，生姜7块钱，我2块钱拿铁。这个是小生姜，好多人买，7块钱一斤。这个花椒颜色跟我上次买的不一样，我上次买的红色的，这个是有点偏青色的。花椒和胡椒调料，做香肠必备的血豆腐，茶叶。茶叶，茶叶，防火口茶叶，好多酱料啊！哇，好有食欲啊！蛋糕出来了，我们这么进去，它有两个口，这边一个口，那边一个口，两个口都可以进去。啊，这里有卖糖的。这个糖的话，我们过年的时候也要买一些糖、水果，等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吃，招待大家。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我在过年期间也会赶集卖糖，超好玩，很热闹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肉多少钱一斤哦。27块钱一斤，果然是涨价了。我们上次尹家溪是26，现在涨到27了。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，大家想一下，这个肉价可能还会再持续走高。我们又来吃米粉啦，我们今天吃炒米线，还有炒河粉。排排坐，等着饭过来。炒河粉，陈一川喜欢吃炒河粉。炒米线，我今天吃的是馄饨，馄饨。今天一反常态，吃的是馄饨。这馄饨皮很薄，里面是肉。这个甘蔗，这甘蔗太粗太硬了，陈云川吃的好费牙呀，把牙齿拔掉了。等一下一根甘蔗吃完，牙齿全掉了。你看我们吃的干干净净的，吃完了，我们回去了。